是主持人默默，台语唔来当广告，台语爱在时代进步。我的台语虽然普普，水亏的台语爱摸一摸。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，咱来学台语 ，Go Go Go！ 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。坐伫默默的边仔咧，同款是咱的好朋友，李刚叫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阿辉老师，你好。默默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无烦恼。是阿辉老师，咱今仔要来讲的是一个现代现象，叫做网红。哦，什么物件红？伫网络红哦。好，网红吼，所以讲老师你敢是网红？唔是啦，是免阿比，免阿比吼。到底什么人是网红？什么款的人是网红呢？吼，咱稍等来讨论啊。哈，好，赶快的就开始，咱招大家来看这个新闻哦。哦，这是一段华语的新闻，咱到底来看卖这边翻作台语，爱安怎翻？大家好啊！我今天呢在台北。长相甜美、穿着华丽、有50万粉丝的中国直播主敦敦，首次来到台湾旅游，透过直播和粉丝分享兴奋心情。观光之美哦，好好的也一起来台湾玩。6位外国网红排排站，图文作家、旅游达人、美妆部落客，通通有，粉丝人数算一算破百万。看准网红商机，交通部观光局、台北市观光局和旅游业者合作，送上北北基交通卡，让网红一票玩到底。希望透过网络吸引粉丝来台消费，预计能带动50亿商机。其实先前台北市观光局就邀请13位世界网红来台体验捏小笼包、大啖美食，网络曝光效果好，旅游业者大力响应，规划下半年共6场网红活动，走访猫空、9份、龙山寺等等，体验台北之美。各个市场呢，目前大概都用比较多元化的经营的方式去推广，我们希望就是说市场的均衡，那会有助于各个不同产业观光产业的发展呢。观光局表示，台湾观光人次近3年都维持1000万左右，成长幅度小，也因为日租套房崛起，瓜分市场，让旅游业者叫苦连天。希望创意行销方式能吸引更多外国观光客上门，提振景气。哦，无唔对吼，这其实是真侪这个城市拢会用这款的方式来推销家己的这个城市啦，吼、哦嗯。因为即马真正网红足多，吼，而且呢，会出国去佚佗的人吼，真侪人吼，哇，拢少吼看这网红的节目啊，网红的作品非常的多啦，吼、嗯，所以有伊的影响力的啦，吼、嗯。好，咱来看，一开始就是讲到这个网红，哎，网红是虾米字的这个？甘肃来写嘞、哦，就是网络的红人就对了。网络的红人啦，就是伫个网络顶关足红的人，吼，足、红的人，或者网红。嘿，老师，这个网红这两字其实是中国那边来的嘛，对不？啊，不过咱算作讲网络，咱嘛已经讲到不只啊关系啊，吼，啊，这个人足红，咱嘛是有咧讲，嘛是有咧讲、嗯，所以咱在咧讲网红嘛是会使，嗯，吼，但是咱台语吼有一个比红更加厉害的字，对，或者。青哦，网青，网、哦、青比红搁较青，对对对，吼吼、哦、比先红了后，吼规个青起来，搁另外一个叫做网青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敢那讲歌星啦、夜星啦，吼、啊、这款的意思啊，就是讲哦，一个网络的明星安尼啦，是，嗯，欸、所以网红青起来了，青去天顶变网青安尼吼，好，再来看吼，第二句伊讲啊，欸，他们都这样长相甜美，穿着华丽，来老师，因为哦，有诶，这个形容词吼，无讲语言之间实在是足歹讲，完全艺术感款来个处理啦吼。啊，通常咱会讲，诶、欸，这个噪音啊是啥物人呢吼？生了高嘴高嘴啊，安尼啊，生了高嘴高嘴，高嘴高嘴啊，啊，就是甜美啦。对对对，哎，会使，唔是讲完全定义讲艺术啊，唔过，甚至咱会去形容这款人，可能会当用高嘴这种讲法。是啊，但是人有甜呢，干嘛在讲诶生了讲安尼？甜型啊，甜型，甜甜安尼，敢袂使？哦，伊、那个型足甜的型安尼啦，吼。足甜的型。咱若来个提倡啊，用好关系，可能袂使。嘛是会使啦，吼、嗯。哦，是做安尼甜甜甜安尼，吼，嘛是会使。好，过来就是这个穿着华丽，穿着的穿插，这大家拢知影啦，吼。老师华丽后壁讲些是啥？轰轰轰轰，嘿，轰轰啊，其实不是轰轰哦，哎，不是诶，无讲哦，嘿，啊，就是讲这个轰啦，吼、嗯，而且轰，咱亲像讲一般口语咧讲，是安那看轰诶，
看风诶，看风诶，吼，意思讲看水诶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这风就是算作水诶意思。哦，好看尔啦，意思是安尼。啊，对，足好看安尼啦。非常诶好看安尼吼。啊，即卖两厘风，就亲像咱拄仔讲，伊生了古锥，古锥生了滴滴有无吼？咱咧讲两摆有无？就是有迄个款安尼啦，有迄个款。啊，所以咱就是咱讲穿茶，也是讲心情吼，穿茶风风，也是心情风风安尼。是吼，所以这就是咱台固定了有诶吼，就是两厘。甲塔到底，哦，讲两遍就对啊，讲两遍的效果啦，清茶烘烘安尼哈。好，再来看下第三句哈，预计能带来50亿的商机，咱恭喜。城里面打算有50亿通做，好，城里面打算有50亿通做哈，预计就是打算安怎咯，好，打算有50亿通做，好，安尼即卖的问题就是来啊，哈，都。做生意，吼，所以讲有生意通做，对对对，有生意通做。你袂使讲，诶，有50亿通赚，安尼。嘿，伊个问题是，伊个意思是可能有会当带来50亿个收入啦。嗯，嘿，啊，咱用做生意个观念，所以讲生意面有啥物会通做，有偌济通做。是，就是讲生意做50亿嘛，无一定赚50亿啊，对无？伊成本来扣掉啊，等等啦，吼。所以讲生意面打算有50亿通做，安尼来讲，吼。过来看后一张的这个礼卡。哦，伊讲啊，因为他们都有这个固定的客户群组、群体，客户群体哈。哎呀，讲到较啰嗦，都是客户啦。啊，咱就是老主顾就会使啊。好，人遮侪哩，咱来老主顾三哩，都要牵照起安尼嘞吼。我是讲，伊本来讲客户群体意思是。服务的，嘿，一大丁规丁的客户安尼啦，有加 S 的，吼，有加 S 的，啊，咱老主顾免加 S 吗？因为老主顾你嘛无可能跟他一个啊，你若跟他靠一个老主顾安尼，敢会话？哦，也不一定啊，有头家讲啊，歹势，我老主顾跟他一个，一般拢会一丁啦，一丁。所以咱来讲老主顾，其实讲起来都已经代表是一丁人啊。对对。哦，咱这边特别讲是老主顾。准体安尼变，免啦免啦，咱迄其实客户群体就是客户嘛。是，吼，所以咱就真简单，就老主顾，吼，老主顾。好，过来讲啊，即个网红呢来教咱台湾的哦，捏小笼包，大啖美食。一般人也是惯习讲小笼包啦，就是讲伊就是对迄落来啊，华语的讲法安尼，咱就直接讲。啊，不过你若讲硬要翻，咱嘛会当来试翻看嘛。试翻看卖吼，来，甲翻做。包我惊啊！包我惊！意思是细料的包，大粒包啊是包我惊啊！因为这种物件是相对的啦。咱一般咧讲的包啊，咱的迄个固定的印象就是吼，差不多较大粒嘛。啊，结果伊安尼念，哎，一时会惊，包我惊，哎，安尼嘛袂歹啦，吼，包我惊。是，啊，主要是迄个动词用粒的，吼，粒。哎，而且这个动词就是，通常就是用镜头啊，吼，可能你要夹什么款的物件，变做什么款物件，就用伊迄形态改变，啊，用镜头啊去处理啊。哎，但是嘛，有听讲有会当夹这个囡仔捏好大汉，敢会当？嘛，捌有人安尼用着啦，系啊，系啊。啊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要夹调整做安怎，还是讲请做安怎安尼？安尼其实嘛唔通啦，囡仔就是有家己的形，唔通夹乌白捏。哦，你的囡仔唔是你的囡仔。是，吼。大啖美食，好，啊就是、大啖，咱一般就讲食好料啦，还是讲食青草啦，这款的讲法，安尼就会使啦，吼，大啖美食，吼，对。食好料三字，咱就会当表达啦，哈。好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新闻吼，会当甲大家来讨论的。吼，马上啊，这广告了咧，默默再甲大家来讨论，讲啊，这个网红吼，到底是咧红什么哦？爸爸看某某讲，予你知。今仔日啦，咱要来讲的这个题咧，就叫做网红的现象。哦，讲到这网红这两字啊，吼，咱最近的定定拢会听到。哦，但是你敢知影什么是网红呢？吼，那是讲为这两字吼直接来讲，咱就这样讲啊，就是吼，伫个网络顶端足红的人，哦，无唔对，这就是网红的意思啦，吼。但是到底是咧红什么货，吼？到底是安怎红起来，吼？这今仔日咱就会使好好来讨论啦，吼。咱再来看今仔日的头一张的这里卡，
哦，伫要讨论网红进程啊，咱都要先知影讲吼，这个网络伫诶即个世界上，作为一个媒体，伊诶即个发展诶历史是安怎？看到啊，美国有一个足有名诶即个杂志，吼，叫做《Time》，吼，就是《时代》杂志啦，吼。每一年呢，即个《Time》杂志呢，拢会发表一个年度风云人物，吼，看迄年咧，哇，虾米人上称安尼啦，吼。伫个2006年诶时阵啊，吼，因发表诶即个年度风云人物呢，人物嘛，吼，咱知影应该是一个人嘛，吼。但是因迄年咧发表诶是一台电脑，电脑为甚物是风云人物呢？吼，这台电脑顶管就写一个字，吼，就是 you， 吼，咱知影 you 就是你的意思，吼，所以讲为迄年开始咧，吼，哇，伊就是甲大家讲，即马开始吼，每一个人吼拢是这个风云人物，吼，就是为迄年开始啊，吼，咱就正式吼入来，吼，做家己就是媒体吼这款的时代。或者讲到今呢吼，以前媒体咱就是要透过电视啦、报纸啦、吼等等，但是今麦咧，只要有网络的所在，只要你有这个户头，吼安尼咧，你就会当啊，会发布你家己的消息啦、新闻啦、你的作品，吼，所以就叫做自媒体。好，那讲到这个自媒体咧，吼，咱台湾啊，一开始啊，都是叫做 blog， 哈 ，blog， 相信大家还阁会记啦，吼。你若讲会写作汉字呢，是写作这个部落格，吼。过来咧，咱就看到即马上穿的这面册啦，还是讲 line 啦，吼，是讲即马敢若看这个相片顶顶的这个 Instagram 顶顶，这个叫做社群网站。吼，伫个即个平台顶关呢，吼，只要你有即个户头，你就会当哈讲你要讲的代志，吼，这都是叫做自媒体。来，咱来看哦，一张的字卡。好，拄则讲的是咱伫个网络是安怎做一个媒体即个发展的历史啦。好，即马就要来讲啊，这网红到底是咧红安怎呢？吼，网红即个词基本上是为中国传过来，哈，那是英文呢，就叫做 Internet Celebrity， 哈 ，Celebrity 就是有名的人的意思，哈，就是讲伫个网络顶端有名的人，哈，你讲啊是要安怎伫个网络顶端开始有名呢？哈，这有各种的方式啦，哈，一种上多就是讲，伊只要伫个网络顶端，哈，引起讨论，哈，譬如讲，伊的这个外表啦，哈，是讲伊的才华啦，啊，是讲呢，哈，一个事件嘛，有可能，哈，你伫个网络顶端引起讨论，哈，会记得咧，有一阵嘛，哈，有一个这个告白啊兄，哈，唔知大家个会记无，哈，伊就是红太的时阵，哈，而且记者问伊一个问题，哈，问伊讲，啊，红太的时阵要创啥？伊就讲啊，红太的时阵，当然都是爱安怎安怎安怎哦。即句话一讲出来了后咧，变甲足有名，大家拢去讨论吼。即个人就好说，突然间变作是一个网络顶端的红人就对啊，吼。这是一种，阁有一种呢吼，就是直接啊，甲伊当作是一个职业咧经营，吼。譬如讲，伊就是定期吼发表伊的作品，吼，加伊的即个粉丝盘暖，吼，甚至咧吼，伊有足侪即个会当趁钱的机制，吼。譬如讲啊，有即个广告啦、钉钉，吼，这嘛是一种的网红，吼，拍片啦、盘暖啦、累积人气，吼，啊，变声咧就是叫做点阅率，吼。来，过来看啊，一张的字卡。好，所以讲即马咱台湾啊，上大即个影音平台就叫做 YouTube。哦，伫个即个 YouTube 顶端呢，发表作品的人吼，就叫做 YouTuber。好，所以讲你伫个遮咧，唔呐讲你会当看别人的作品，你若愿意咧吼，你嘛会当来开一个频道来发表你的作品啦吼。有一个统计咧讲哦吼，讲咱台湾呢，即马吼平均，达人达礼拜吼看即个 YouTube 是。多久呢？16.4点钟，哇，这真正是不止啊久，所以讲条条的人吼是非常的多啦吼。啊，咧顶端的做作品的人吼，黄金创作者就是咱讲的 YouTuber， 吼，这挂人呢，因安怎咧？著名因的作品的人吼，竟然人数拢会超过100万人，吼，所以讲啊，因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吼，对一挂消费者的影响力咧，惊死人。来看后一张的字卡。好，咱即马问题就来啊！既然呢，这么多这个网红吼，这么有名，因又够有影响力吼，又够有知名度，安尼因的社会责任是虾米呢？
吼，即马咧有真侪这个 YouTuber 为着要安怎咧，会这个吸人的目睭、吸人的目睭呢吼，会做真侪这个作品。有当时啊，你会感觉讲，是毋是吼，这吉五林已经超过道德这个界线啦吼？所以讲，大家就感觉讲，安尼刚好。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好，过来就是讲啊，吼，因为即马这个自媒体，吼，无亲像以前的媒体呢，也阁有这个，吼，这个有人来看，吼，有人来做这个，调查，以后再来发布，吼。但是即马伊家己做啊，所以讲咱大家吼做一个收集，咱都要安怎咧，家己读捌，吼，读捌能力，咱都爱有啦，吼，唔通讲人讲啥，啊，你就相信啥安尼啦，吼。过来咧，阁上重要就一件，就是讲啊，即个网红咧，吼，那是讲要行入来做这个政治人物，吼，安尼咧，虽然讲因有知名度，吼，因嘛有伫发声的能力，但是咧，因对呀，这个一寡诶人文素质等等，诶，因的热度敢有够，敢有够过来做这个政治人物咧，吼，这嘛是咱大家爱注意的啦。好，这就是今仔甲大家来的简单讨论一下吼，这个网红的现象啦，吼，这后边唔知变哪发展，咱阁唔知影咧，吼。等咧发展中啦。等咧发展当中啦，吼。好啊，今来看拄只我所讲的这个故事内面来有啥物咱会当啊捡起来讲的咧。好，先来讲啊，即马吼，你若要看网红的一挂作品吼，因为常常讲一礼拜就囥一支起来吼，你若要看，你会使安怎咧？甲注文，甲注文，吼，对，注文这注文一般，对自己来，对，对，一般来讲，你讲甲订、甲买，这拢会当讲甲注文啊。是啦，吼，啊，但是讲注文有淡薄迄种，伊还未做好之前，我先讲，我要买安尼。好，各种讲这个告白啊，告白就进前有一个新闻吼，一个少年的吼，伊红太的时阵记者问伊讲，啊你若红太的时阵来只告白啊，伊就讲红太若无要告白啊，是要创啥？然后就变个足红的，哎呦，雄雄穿起，雄雄穿起安尼吼，是安尼啦，爱看伊是告倒一种啦，告倒一种白啊，因为伊那是吼，咱若讲一般的船有无吼？船迄种形体，迄是一种啦，啊另外一种就是。是讲，亲像讲这牌啊，是叠牌啊，迄种有无吼？叠牌啊，啊，不过可能即位伊个网青嘛，唔是讲迄种叠牌啊嘛吼。伊都是去卖讲人讲泛舟。啊，那阵讲橡皮艇迄种物件，可能较接近亲像古早原住民在过的迄种网架，吼，就是独木舟迄型的啦，当然嘛无共。啊，不过就是讲较接近迄啦。啊，不过有些还原物件是安尼，伊也是用一个种类的概念去讲，亲像讲。那较老辈，日本时代的先辈啊，老辈，伊可能会讲过无毒，这嘛是一种观念。这是一种的观念啦。啊，但是讲你若讲后摆吼，咱要甲一种物件吼，确实较分类分较详细，咱大家来斗想啦。好，好，讲来讲啊，这个吼网红吼，因的累积因的人气，这嘛是本事啦。对，啊，一般来讲会讲这人人气真好，还是人气真高吼？是，表示讲啊啦，就受欢迎。嘿，啊，真有人缘啊，还是真有人望啊，吼，安尼讲法。啊，但是袂当讲人气啦，对不？嘿，无，你是用人气来讲。人气，好，好，过来讲呢，因就是要拼这个叫做点阅率，还是讲点阅数。哦，点完数，就讲你点几摆嘛。吼，讲即马真侪这个网红呢，伊拢会安怎呢？吼，吉五人，吼，让大家欢喜，吉一挂笑亏，对不？嘿，这个吉五人的意思，咱一般咧用，就是咧讲，可能这个人呢，吼，有些可能是讲伊介搞讲笑亏啦，啊，有些可能是讲伊的这个，行动做法、处理代志的什么代志，让咱感觉嘛是会爱笑安尼啦，吼，爱笑爱笑，即种诶拢会当讲是跟五人啦。是，吼，啊是讲迄天咱就咧讨论讲，啊，即个五人敢是咱咧食月饼内面诶迄五人啦，吼，土豆馍啊啦，吼，杏仁啊，鸡啊仁，敢是即个五人，吼，是咧吉即款诶五人吗？啊，是毋是讲本来是无啥货诶物件，你要甲哦
创好，哎，好人会注意啊。像其实伊是有足大的效果安尼，是不是有这个意思？以上是咱阿辉老师的解说。对，讲即卖为什么金乌林，其实大家拢已经拢唔知影为什么对吧？所以讲大家会当家己解说看嘛。啊，就是讲咱这巫术本来就是对时代咧进步吼。啊，过去为什么安尼讲？可能咱来问咱的祖先啦吼。啊，但是即卖就是安尼讲，金乌林吼，啊，咱即卖讲讲的，可能你都会记的，吼，大家提起来讲安尼啦吼。好，过来讲。这个议论还是讲舆论拢会使，嘿，舆论、议论拢会使，拢会使。好，这看里面大家就知影是啥物意思啦，哈。好，啊，来讲这个变狗人，变狗人，帮红的加一寡哈。譬如讲，之前有一个美国人哈，去日本的这个真侪人自杀的这个树篮里面，加人这尸体，提出来变狗人安尼，就是讲你可能就是应该是未碰是未做代志，啊，但是你挑工做一寡什么货，啊，要做做某一种效果安尼啦。这就是变狗人的意思啦，哈。好，过来就是尸体，尸体，唔是尸体，好，就是讲台语的讲法是尸体啦。是，好，来进来看今仔日的戏出要甲大家讲啥咧？宝太太也咧做未来，恁当袂记咧？巴肚内这个金孙吼，出世是姓尤，你咧替阿母来咧传后事的，好我到这加大两工啊，让阿母来甲你补身体啦。查甫要食饭认真，查甫要食饭细囝，即马有心的唔难挂一个，无人会稀罕啊。一家伙也分做两口子。个人洗米，个人露顶，都袂当底卡位。大母细伊若好，家才会旺，家和万事兴。今来看今仔迄出有啥物会当来讨论一下哦。来，好讲这查甫要食望人请，查某要食我望生囝，那才忝哈。过去的时代啦，对，过去咱迄个社会吼，拢算做大概无遐尼简单会当食好料啦，食鱼肉的物件，所以就是。诶，有一款的俗语啦，吼，就讲爱有人请，你才有法度食好料。啊，你若要查某吼，搁较可怜吼，都爱生囝，才有法度补得对啦。哦，这真正是，这过去就是对咱啊，这个诶，查某囡仔、查某人就较无公平啦，吼，都是有这款的讲法。是啊，是啊，但是即马咱咧讲的网络的这种红人的现象，网青，诶，这其实就是一个诶，足无同款的这个时代啊，吼。你若要请，要食，家己合安尼的，意思就是。免网人安怎啦？好，来，再来看第二句哈。宝胎较赢做月来哈，宝胎就是生进前，嘿，有心哈，啊，你这段时间哈，爱好好啊，宝胎安胎安的意思哈。是啊，较赢做月，什么会较赢啥？安尼就是头前迄个较重要、较赢嘛。是哈，什么较赢做月来，啊，冇较惨的对不？好，冇较惨。今日讲到就是爱着较惨死，安尼就是都一个较惨。嘿，爱着较惨，比死个较惨，比死个较惨，爱着较惨死。保胎较赢做月来，安尼就是保胎较赢，哎，较重要，哈，较重要。好，过来第三句，个人洗米，个人露顶，都袂有长底脚话。哦，讲这长底脚话，咱就知影讲是过去一个故事。哦，咱之前嘛已经讲过啊，吼。啊，是讲长底脚话是啥物款的话咧？主要就是讲可能尻川后话，尻川后话啊，是就是一寡闲啊话迄款，闲啊话。对。哦，所以讲咱啊，个人洗米，个人露顶，吼，都拢无地带。意思无共口罩啦，无共款，无共口罩，都袂有长底脚话。是。哦，啊那。斗阵洗米，斗阵落顶，就是讲，你若加食我一嘴，吼，安尼即款意思，可能，可能，较有纠纷安尼。是，吼，所以这就是今仔日的这个戏村吼，甲大家来讨论的三句话。好，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吼，伫遮咧嘛，再一次感谢咱的阿辉老师。没事，好，咱就后回再个见面哦。